经过一年的休息，甫于今年 E3 展上发表的《刺客教条：起源》在不久前的德国科隆游戏展中也公布了最新的预告影片咯。以古埃及帝国为舞台，玩家将扮演埃及守护者的主角巴耶克，周旋于派系之间，探索巨大的古埃及世界，深入沙漠绿洲以及金字塔下的地下城，挑战未知冒险，并利用操作老鹰试点的功能，细心规划任务攻略路线，完成惊险暗杀任务，揭开刺客起源的秘辛。而这次游戏也首次导入动作角色扮演的要素，让玩家培养主角成为强大的刺客，完成主线与支线任务升级能力，或是在敌人或猛兽身上获取强力装备，善用地形策略以及装备特性，都能够帮助玩家更顺利的通关哦。刺客教条起源将于10月登场，并且支援 PS4 Pro 以及即将上市的 Xbox One X 的强化功能，准备好前进埃及，再次成为刺客大师了吗？